我们是康斯坦的变化球 Constant Change， 谢谢大家来看我们。对 ，Yeah， 我们很菜，今天是我们第三场表演，然后那个印地大帝夺走我女儿的第一次看音乐季的第一次哈，所以他要负责哈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预计在做我们的新 EP， 应该说第一张了，对啊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到时候可以支持我们。然后草莓救星的专辑在那个9月2号已经发行了哈，耶，草莓救星耶。下一首歌。